大家好，我是艾菲，为您播报8月22号礼拜四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处女座，今天呢亲友团聚哦，家有喜事，而且呢整个家庭运势非常好。狮子座的朋友今天是赚钱非常的顺利哦，投资丰收，会有一些进财的好运气。天秤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有人帮助，贵人出现，生活没有压力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射手座的朋友小心烫伤、口角发炎；水瓶座的朋友今天情绪暴怒哦，想找人吵架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粉红的颜色数字1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5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9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灰色数字2。